我接下来有一个槟城灯塔社区中心哈，这边有三位哈，曾宜生牧师，你好，你好啊，那蔡丽丽传道，你好，那陈佩珊传道，哎是，你好啊，那我们两个好吗？啊，领受哈，按照我们领受的，明白的领受哈，不能明白的先放在一边，不要急的，槟城灯塔社区中心。第一个突破在我里面的是一个空旷的场地里面有一个射箭，然后设置了一个场所，啊，那是这样子的，射箭在这边，靶在这边，那有几个人那个打工来射箭，哦，那射的时候那个箭哦，开始是射出来的时候，越开始射出来好像没猛力，到后来那个怎么着火，然后打到那个靶的时候是整个烧起来。所以我感觉到那一个火力十足了哈，火力十足，至少我看到了这个靶。所以如果这个教会目前是一个，如果用靶来角度来讲的话，走，这个教会是有意向的，是有目标的，而且是全力投入打中那个目标，而且带出火力出来了，这个突破的第二个感觉是这样子。那第二个感觉里面呢，第二个感觉里面看到军队，那个军队的表示有点特别哈。好像我们今天要去打仗，那开始是很原始的，那种土人这样子啊，穿得很简单啊，很原始的那种土著的那种大话。后来这一班人就变成一个军队，军队是一种好像那种很先进国家的穿制服的啊，那配备的都是机关枪啊，或是什么炮啊这样子。同样一批人从很原始变得很现代化的一个军队啊，现代化军队啊，那这个。这是第一个转换，那再来呢？转换的时候，那个军队还是在集中在这个点。后来就看到，从这个军队化的这个现代化军队，要转化为一个啊，怎么样啊？多方多重的一个战争呢？怎么会这样子？本来是限制在这个区域的，后来变成一种各种形态的一种，比如说。啊，有第五中队啦，我有那个现代化的一个通讯啊，或是一个网络战啊，或是一个啊一个怎么样的战，就是多方多样的时候，它变成一个转型。所以怎么样从现代从已经我觉得从已经比较原始的转到现代，那现代怎么样转为多方多角度的一个全范围的一个征战，从一个有限制的到一个不限制的范围里面刚才转型。这个就是说有某一个位置跟一个全方位正在转型啊，这是一个过程啊，这是一个正在我看受到的哈。第三个里面呢，我看到的是，不管前面这两个如何，现在最主要的是人才，因为我看到有一群人，你很渴望成长，很渴望成长，但是他们好像不是每一个都可以这样子，这些少数人目前还可以，有时候他们觉得他们已经习惯那样的一个样式啊，对你有好像带领同工有一种感觉，我和怎么样达到神在我们生命中，在我们教会中的目标啊，这个人才是最重要，怎么样兴起啊？啊，这个是神在这个教会所要突破的地方啊，突破的地方。但是我感觉到是那些好像东看西看，如果他们也能够清楚看到他们这个一个神在我们教会的意象，看到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一个征战，不管是有形无形的，不管是原始的或现代，他们就能够警醒，更能够警醒的时候，他们就更能够被装备，而且符合神的心意啊，这是我为槟城啊